我发现我们家这个月的花销比每个月都多，我怀疑我老公是在外面干了什么坏事才用了那么多。你干嘛那个眼神啊？不想跟你说话。那我看本里面记得比每个月多了3000多啊，宝贝。那多就多嘞。那你看你那个眼神，你是干了什么在外面？而且这个月你总是在外面呢，大下午了就出去，晚上才回来。说话呀！你要干什么啦？想问你是怎么用，能用那么多？你每个月就买一点菜，然后买一点尿不湿给宝宝，能用了那么多吗？就给我2000块一个月。给你2000块还少啊？我没说少，但不可能花那么多啊。来，小秋，我给你算一下为什么我们家这个月的开销比每个月都多，免得你怀疑我做什么事情。你就是在外面鬼混。没有，你听我讲。我看你怎么跟我解释。你听我讲嘛，你先听我说啊。你看哈，上个月我给你的零花钱是1000，这个月已经加到2000了。一个月多啊。是啊，因为我相信你啊，我信任你啊，这个你要感谢我，知道吧？那这零花钱跟你那个没有关了啊。然后我再说嘛，你听我慢慢讲来。我们家每个月开销生活费这些你不知道吧？那这个你来管，我怎么知道啊？那我首先先说第一个哈，我们每个月的话费是200多，三张卡的，然后每个月的电费也是200多，现在有冰箱了，电费比较高。还有我们养的这2头猪，每个月也是要300块钱的，吃粮食的费用。还有最重要的，我们家的宝宝嘛，现在每个月开销也是很多的。他一宝宝能吃多少嘛？他一包尿不湿就是80块，一个月要4包。还有那个牛奶嘛，50块一箱，一个月要4箱。50块钱一箱抢啊？你不知道吗？那我又没买过，我怎么知道啊？哦，也是哦，好意思说出这种话哈。啊，这些就是一个最基本的，开销了。还有我们每天的生活费，家里有米有稻谷的，米就不用买了。我们都是在外面买菜的，你也知道哈。平时买点肉啊。这些菜啊，这些一天就算30块平均嘛。30块那一个月也花不了那么多，而且我们在农村。那也将近1000块了嘛。房子不用花钱租。那你在。你家里面也不用买了。那还有那个平时我们上街上去吃点粉啊，买点小零食啊，这些是不是都是我来啊？那不是你来我来啊，那我零花钱我自己用，我怎么可能给你花？那还有，你看这个月我是不是买了10包面粉啊？10包面粉。那就对了，这个月开销大是对了。面粉才多少钱一包嘛？125一包啊。125。啊，那10包就是1250块啊，还有运费30。1200。啊，对的对的，你看这样子算出来是不是对得上账了？所以你用不了那么多，这个月整整超过了想象啊，6000多啊。那给你的2000不是钱啊？倒也是啊。那加上去吃，我们每个月吃的没有买面粉的时候，才4000多而已啊。那我给你算的这些就是对的啊。我算得很清楚啦。你是不是还有哪里没有交代好？没有没有，老实的给我交代哦。这些是我全部的明细了，全部给你算。那你给我解释下午你经常在外面干什么？我什么时候下午经常在外面啊？什么时候啊？我每个月我有计算，上个月你自己去外面4、5次，这个月你去了8次，为什么这个月多了2次？是去干什么？还有，
你的手机里面以前是200多个朋友，这个月怎么多了10个？哦，那正常的交网友吗？那有的朋友聊聊天而已。交朋友能交10个？而且是男的，又不是女的，你怕什么？那头像是动画片，我怎么知道？那是动画了，我怎么？没有，我平时出去嘛，有时候跟大海开家长会，有时候出去忙其他事情了。但是我绝对没有像你想的那样子，出去外面干嘛？相信我。家长会这个月我没听到老妈说又开家长会。我不是说每次，我是说有时候。那大海这个开家长会跟我们这个花销有什么关吗？还有跟你出去有关吗？那为什么这个月你不跟我说？有啊，我有跟你讲的呀，我没有去干嘛。你别以为我好欺负哦，你看你现在都变了，还弄了中分天天的。这个中分我还记得，那个时候我们刚谈恋爱，就是为了你这个发型还有你这个帅气，我才被你骗来贵州的。关我什么事啊？那时候是你愿意跟着我的，看上我这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了。现在你是不是又拿这个发型去把哪个女的迷？是不是？没有，都说了嘛，你要相信我。我有点不相信。真的吗？没有骗你。如果你实在不相信的话，要不下个月开始嘛，你来管家里这些所有的开销嘛，我也觉得很有压力啊，太累了，是吧？让你自己来。那可以啊，你看，可能我来管的比你还管得好。一般我们女人的花什么都算很清楚的，你总是大大咧咧的用那个钱，什么都不清楚的。不是不清楚，你看哈，我像有些事情我不想跟你讲的那么清楚，都是，哎，不想说哈。哦，我记得出来了，你这个月还给我妈妈的。没有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，家庭的很多事情，不是说我们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就是我想跟你说清楚的是，你相信我就好了，反正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，就够了。然后下个月，你来把家庭这些事情搞好，就行了。好吧，行啊，管就管啊，我没有什么是害怕的。你看看我这个月管给你看，可能还少的很多呢，还省出来很多。我怕你拿去借给别人而已。那我才不会呢，这一次我又不傻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可以。哎，哎，哎，爸爸。那怎么不叫妈妈？妈。哎。